Jesse， 我講一個秘密俾你聽，我個 body 咧係好 fit 嘅，不過我最近有啲變化，六國統一啦。哦，統一咗之後越嚟越大。即係卜卜咁樣係咪？咁其實你可以試下我哋個 M-Sport Neo 第二代嘅增肌減脂儀器，吸引我。點樣又可以增加肌肉減去脂肪？佢有兩個專利嘅技術，一個咧就係我哋 High Firm 技術，另一個專利嘅射頻技術。佢同一時間喺30分鐘入邊幫你做到20,000下嘅 sit up。唔係嘛？做呢一個 treatment， 我大概幾耐可以見翻我呢六嚿腹肌嘅先？四次療程之後咧，等於你做咗12至16個星期嘅肌肉 training 㗎啦。OK， 我都跟緊我自己個 personal trainer 嘅。咁呢兩樣嘢，我哋可唔可以同時間一齊做？可以啊，佢發揮到更加好嘅效果出現。佢收個馬甲線幾好㗎？係咩？唔係計啦，馬甲線都出到。有啲 core 位其實真係好難做。係啊係啊。其實佢可以做到。醫學報告指出咧，其實你做完療程之後咧，佢會冇咗30% 嘅脂肪。哇！跟住仲有25%，佢會增加你個肌肉喎。哇！譬如有啲媽媽產後我哋個腹直肌分離咧，佢都會減低翻10%。哦，即係男士女士都好啱用嘅。冇錯。最緊要有效果。簡單又快捷。做嘅時候會唔會話揦住好痛，我頂唔順？有分七段嘅 phase， 由個熱身開始，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去增加翻佢個能量，令到你嗰個肌肉嘅扭動。自己亦都會慢慢適應嘅。冇錯。OK OK， 所以唔好擔心，哇，好辛苦啊！有啲客去瞓咗覺嘅。嚇，咁好㗎？係啊。即刻試啊，唔該。好啊。